根据行政院资料统计，台湾去年有1300多万人次的出国人数，并且每一年都有逐渐成长的趋势。AXN 就要实际考考大家，在跨越国境时，你应该知道的基本常识。登机。登机吧。登机行李。这是民众在机场时最常发生的错误。行动电源，请记得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。5墨是不是？还是3墨啊？应该是差不多5墨到10墨为止。100墨。100墨。不行。不行。不能带打火机。啊，这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出境时只能带一个打火机，而且要放在身上。热爱旅游的国人们，出国功课要做好，开开心心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。犯罪心理，跨国救援，祝您旅途愉快。